传统美食捆嘴，过大礼的斗围，农历新年不可少的七塞，哪一样是福建文化珍贵的遗产？答案是全部。加乐台第一部原创作品，哇，破天荒哎！节目上可以讲福建话，捆嘴，捆就是绑，吊该绑起来。史无前例，在本地电视用福建方言录制与播出。豆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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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豆顶哎。由陈建斌、黄靖伦两位活力十足的老少配联手主持。小 baby 才有的嘛，串七赛，七赛了，青史七赛。活力人够看了解福建的文化风俗，一定爱看历史福建人。1月30号大年除夕晚上8:30，加乐台华裔推出。我是福建人。